不对。最火的一首洗脑神曲，听一下，来看下有多少版本，这是原版。我没 K 哦，空龙康啷空龙康，把里面的每个 K 去掉啊，我没 K， 空龙康啷空龙康，也不是，空龙康啷空龙康 ，ONG 太多了，首字母三个 L， 来。哦，就把那个空整个去掉。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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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听我说。哎呦，哇，长得是真像。哇，小伙家族出现了。天哪！小伙和小树。对啊，小伙和小树。哇。冲冲冲，看一看，真是个神仙地方，还是避暑圣地。强推五个冷门出片旅游地，就是他们在查攻略是吧？嗯，想去安国吗？要去玩，所以他要两万块钱就是为了去旅游嘛？去旅游。这里有一个 pineapple， 哦，啊，仔细看看，第一个 pineapple 出现了。第一个 pineapple 是这个地方，都是 M 国的一些地方。这还有别的信息？啊，贾美丽。来来来，念一下，念一下。来，我们对话一下。女生说：“你怎么还没给我回消息？”你知道的，我最近有一点点忙，不要生气了。你一会儿发我就秒回了。好吧，知道你最近很辛苦啦。八月的 M 国最美了。啊哦，还有一张自拍。这照片里我只能看到美丽的姐姐了，风景在哪儿啊？哇哇哇哇！这么会聊天。然后八月十号，小树飘起来了。我们可能去不了了。我妈怎么都不放心让我走，烦。你要不让你哥去劝劝你妈，就说是你哥哥想要你陪他去 M 国玩。那我让我哥哥再去说说看。小树是发起去 M 国的人，他主动提出的。哎，这还有别的信息？有，看看吧。看看别的。这是谁发的？大火哥发的。他说我决定了，到时候我们一起去 M 国。然后他说太好了，你那个同学一起去吗？机会难得。小火那还有一个人。小火又带了一个人。对，小火有一个同学。你看我那个同学的身份信息发了，密码是个字谜，加减乘除减，所以现在我们要解的就是这个身份信息的这个输入密码。就是在一个字里面进行这些操作啊。找这个除怎么弄，别的你说如果按形状来拼的话都还行，除除的这个部首是竖心旁，哦，把竖过来，有，有哎，竖心旁的一个字儿。那就是烦恼的恼，也不是。加减乘除，就那个米粒儿的粒儿有点像，加减除减都有了，多了一个那个撇。粉儿，也不是。加减乘除减，因为它减出现了两次啊。钢，不是不是，你也不是。料，料酒的料。啊，没有，不行，没有除。竖心旁，那怪我的怪。怪吗？是不是怪我的怪？有对，有了，哇，厉害呀、啊！怎么了？哎，来来来，看信息，看信息。
罗天真，2005年出生日期。Z 国 Z 省研发的护照，对护照，往下看吧。照片，这应该是，这是小伙的朋友，小伙的朋友，小伙的朋友。我们先罗天真，罗天真，他到底天不天真呢？好，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前提关系并不是刚刚那个阿姨所说的小伙带着小树走。我儿子看出我是他表哥把他约出去的，反而是小树拉着小伙给他打掩护，然后的话呢他决定就是答应贾美丽他的一个请求去他那个地方玩，然后小伙又拉了一个同学罗天真一起跟着小树要去这个安国特色的风情街找那个叫贾美丽的人。对，那贾美丽这个人存在的本身可能是也是个幌子，他们的目的地是 M 国 M 省。好，同学们，那我们这次就出发了。没问题，在前去的途中如果我们遇到了危险，不要逞个人英雄，要寻求大家伙的帮助。是的，因为这些违法的行为的话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我们要积极的联系我们的官方有关部门，比如说我们的警探，然后让他们在介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下去调取一些信息，为他们侦破这个案件提供帮助。打击罪犯。好，我们名侦探学院第一次出国要去这个安国特色的风情街。好，走吧，走。